那我就给你们先倒水吧。这个东西掉了。等会再冲完你们啊！现在不适合，先给你们道歉好不好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开心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完蛋了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完蛋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笑，可能我也是一个变态吧，我是一个变态，可能我也是一个变态呀。绝对不可以给你看到的，他不能出现啊。是什么时长啊？跌跌跌的时长吗？嗯，怎么
怎么样？你们的免疫好了没有啊？先到宽到办卡，你们的免疫好一点了吗？嗯，还想要绝活？我这次不是绝活，是洗脑袋哦，洗你的脑子。听说刚才有找骂的，都骂你的时间了，bug， 臭弟弟呀，臭奶。臭男人，臭弟弟，死鬼，乌鲁塞，心内，嘿，腿，嘿，腿，没用的东西呀、啊。瞧瞧你的样子啊！啊，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小心我用高跟鞋踩死你哟！滚开！想不想听啊？最难听、最难听的辱骂词，我刚才想到了，
还没有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想听吗？想听的话扣个一啊！最难听、最难听、最难听的辱骂词。你这个臭 M， 你这个臭 M， 臭 M， 行。怎么说？这个应该，这个应该够辱骂了吧？哦，该睡觉了，已经完了，该睡觉了。好，好，没听懂啊！你们真的很会装啊！你们现在搞得我不是人一样。行，好。你们这样子说什么听不懂，搞得我现在里外不是人了。那我说出来的，那我就不是人了，对不对？行，行，确实听不懂的。牛逼！好的，行，好，过吧。当我没说过。好，行吧，可以。不懂的话，那就别听了。你们别逼我变成乌鸦哥啊！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别逼我变成乌鸦哥啊！知道吗？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好，谢谢关注了。那我就继续了。乌鸦哥，知不知道？看你的状态，感觉你好累，你状态不好。我可能有点白，但是没有到状态不好吧。不能因为我脸有点白，所以说我状态不好呀。该睡觉了。杯子还没有敲过，给你们敲杯子哦。没有曲解啊，我只是说我今天状态还行。给他敲个风铃杯啊。
你们听一下心跳，别逼我瞪你啊。
听不到心跳，然后吊带会比较好一点。直播啊，那我继续啦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啊，直播啊。萨瓦迪卡，空巴卡，萨瓦迪卡，空巴卡。好的哟，谢谢关注啊！记得戴上耳机啊，好，给你们掏耳朵，给大家掏耳朵睡觉好吧？掏耳朵睡觉。买了新的羽毛棒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羽毛棒试一下好吧，一个孔雀的，我来学习一下，就是那个采耳垫的好吧。采耳垫的那个采耳方式，好吧？晚上好。是吧？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喽。把你们的耳朵。你们试一下这个，然后配合着小火星，那快睡吧。我关灯了，快点睡觉。
这里说来说去了吧。